下吼，拄仔阮同事甲一寡较新的吼，啊最近有新进一寡，我规个大家讲吼，那听无清楚，咱也未使继续来讨论。那我今日要来大家拜托吼，伊要好给你钱吼，因为阮拢做记录嘛吼，啊你著甲我啥物大名讲清楚，啊阮做记录的同事吼，讲清楚，这以后吼，若讲起来问题，我著通听答复上好，啊若未当答复，以后有啥物进一步进度吼，要甲你报告，明仔载是啥物啦？啊无去公文发出去吼。啊，无啥啥物啦，大家嘛无了解吼，啊，所以真侪事情就安尼，本来说大家互相来讨论，结果无机会来讨论吼，即个我们再拜托大家参加。好，无咱因为时间嘛无真侪吼，我大家有啥意见来说先来迄个市长这边是不是先？你说。现在，哎，麦克风，来速度紧张的。来，非常感谢我们市长今天。特别莅临我们基隆来参加这个座谈会，还有我们林业署的副处长，各单位的这些单位主管。关注啊哈，也简报里面的一个重点哦，刚刚是说自愿性休渔，那自愿性休渔哦，那个出海天数90天哦，那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后来又改成在港内要120天，这个时间真的太长。那早期的话都是90天，然后有像这个120天应该要降低啊，降低那个时间哦，把它让渔民哦可以享受到更多的这些哦那个休渔的那个津贴补助，哦就把这个120天给降低下来。那我还有个问题哈，早期我们那个可以的，早期我们渔船呢船员出海，如果船是要更改。这个船员或者是船员因为生病，我们都可以直接可以把船员载出去去更换。这几年来都不行，我想这个更换的那个渔工的频率非常大。我想这个政府要体系这个民情哦，就是说我们今天都要更换渔船的那个，不管干部也好，外籍渔工也好，可以随船带出去更换。因为以前我曾经有做过，我在保护处长在知道，以前这个事项是有，后来我改成说不行，一定要延船回来本港才可以去更换船员。我想在这个限制上哦，对船只上有很大的一些困难点。我想请政府在这边要更放宽。第二点哦，那个彭佳屿海域12海里，我请业主在这方面哦，可以不要让渔民造成很大的这个捕鱼的这个权益。我想今年哦，那个亚鱼都做罢了。我想在这方面哦，我们渔业署在这边跟各个海协单位哦，这里一定要放宽的。这十二米限制下去的话，给你进的就很扣，但大家都没办法投海，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其他的海域在还可以再去哦。那政府一定要捍卫我们北部海域。你这些海协署哦，不要说没有油加油啊，这叫我全国努力。但27度这个海域哦。台日的这个海域哦，我们海协署一定要加强巡弋这些海域，让我们这些渔民，从旧马步台湾抓到丢两个钱嘛啥，依然够会挂住了先哦。那今年呢，这海域就没办法再生存下去。我想这几方面，我们请政府方面的可以加强这些的一些，来让我们渔民的增加更多的这个福祉哦。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陈理事长哈。下一轮的然后再讲120天，相关这休渔的部分，另外这些就是渔工更换这些部分。那再来，彭佳屿这边，哪位同仁先来说明？副组长哈。在港休渔短时间，跟董事长讲，短时间，然后你们就说，刚刚告诉他们，必须应该做手术，但是刚才你并不是有意见，你休渔的时候。所以温暖都因为看这个它增加了休息场件事温暖再把它回到现在用到120天，反正我们可以温哥来讲那两个可是120天可是温暖是温暖温暖才有一部分是外面是过的历史经大家讲有概念，那个你说什么咱的渔船主管其实咱渔船主管本来是要雇佣对象在出港这些例子，但是你有提到讲有一些特殊的状况吼，这我想要在处特殊的状况是特殊的状况，另外来处理。所以我常常跟同事来，总会来跟，包括这些同事有一个放宽的一个空间。
签了，这保护官过来。如果你讲咧，海巡署的保护不能当海巡署的招，因为大陆签名问题也是很严重，都逼咱发国三国嘛，赶快。这部分我们在跟海巡署来做沟通，麻烦他们要加强那个有关我们海巡署，那你想来做？拖网不能进，进十海里就拖了。抓网啊！抓网啊！拖网管啊，不能进十海里啊！北方三级，基本上就不十海里，但是他后头抓的是。那抓网是正确的，现在把我抓到，比方三号是联络那里啊。但拖啊，有一段时间，你比如说，接到这个提单，七个、刚十个，这提单，这回邮信啊，这个时间，因为是当然讲，这时间一年十二个月，一个到十二个，拢花你个出来，急的，这个卡，其实跟回邮信一类是一样的，因为这个要照到呀，我光想一秒，我你在干呀，就像上午讲说，是那么比如说，三五船要开往到上海。拖到船家里，我拢袂使开，开到上海去。其实因爹嘛，无在个上海面面，伊嘛是在咯四五，然后我海底在咯遐面嘛，无在遐面嘛，是季节性的而已。你不能讲，不是十海是季节性问题，他们可能会，比如说六月到十月这一段期间，一些时间我有限，对呀。但他们想着说，那个时间能不能开放他们进去抓？是。很多点刚问在一阵子再过来逛街跟人讨论一下，看怎么处理这一块比较好。好，因为他大人我们还是同街改变。好，谢谢。海巡署这部分哈，海巡署这边哈，那我们这正式发个公文，就今天有建议，然后正式发个公文，把到时候也把答复的情形那个，必要的时候哈，有人来细的公文哈，无论在海巡署、海保署。那谈谈你，阮个别时间拢会是部门两个会谈吼，咱有必要咱来真正去开讲吼。啊，我相信海巡署应该是反应挺紧的吼，咱之前我跟我们来讲，他都跟伊沟通一下吼。那对我讲这修理这吼，还是包括鱼竿这吼，阮过来讲到，因为修理要霸一竿，嘛不是阮迄落呀，跟这伊要求嘛。伊讲恁修理啊，恁来去天数限制，佫无迄落。阮利用这个时间，阮也有机会，阮嘛来讲，因为这套话吼，有当时啊，伊都外口人来讲，伊都要求。平静在里面来做，啊，我们本来以为我们一步一步该处理啦，好无？哦，啊，这我们来了，来，秘书，我看你也是无？我相对哦，你拄啊讲来滴哦，这时阵哦，退休了，我提出一个建议，您这太旧换新啦，规定要新啦，较早时是十年啊，以上的这个补助三成啊，比如讲你啊十五、十三块五。啊！即个电脑片，即摆安尼电脑片，我譬如讲，我车出来五十度，我拖红牌，我旧啊，我咧换新咧出二五度，甲你开出来个。第一个无形中啊，无形中伊就是说讲哦，去剥削阮渔民的财产，五十度出二五度啊。第二点哦，就是讲我唔敢做新的啊，我做新的是我来付个拢无形的，我来出牌。啊，咱北部是哦，四季来啊，什么季节来哦，就是两三块钱啊。啊，你干那一个出牌啊，你出牌无伊，管比较少就啦。我算目前只听一边个，比我较侪位啊。我买个继续去拖人呀，加改建啊，改建了我牌拢无伊啊。哦，只听请恁哦，这个和恁这医生单位哦，我建议我安排。第一点哦，就是讲哦，咱这个油带鱼哦。今年一只船啊，平均的哦，也落单位的，所以咱过滤器啊，同这个花在过滤器的钱啊，也要三万以上。你补助我百分之十四啊，比你平啊，比你不同咱补助。你咧，你看你咧厂的设哦，太大了，连过滤器都拢无当用。咱普通一个新车就相对，你塞到个车海里，你的过滤器哪边换？啊，我渔船啊，不是啊，我渔船啊。每一个月拢过利息啊，拢爱换一摆，一摆过利息换了就拢爱存一两万块啦。一年平均这哦，拢差不多爱五六万啦。哦，这几天我妈妈恁家可以了。哦，过来都要将你个套路给讲。我要请
请足侪司令。咱鱼，咱鱼啊，咱咧做，咱鱼人有属于罗岗来啊。鱼人属于罗岗来啊。那既然我属于罗岗来，我这安定社会之心就袂使互我鱼人这挂落去安定啦。啊，那也是，那有属于罗岗来，歹势我若无船啊，无渔船，人家出港，我失业。麻烦您哦，我阮渔民有一个失业记录的，我听人家失业记录的，对不？这合理啊！你既然要打球哦，既然要打球，啊，你这个今天，对吧？我来失业无头路，你莫爱做这失业记录，我这直接提个麻烦你啊！对吧？麻烦哦，苏州副书记哦，大家不用怀疑的，因为对这点哦，足侪渔民哦，后日不平啦。哦，本来就是要替阮渔会哦。前面一个街坊小弟跟人家讲，我已经开过两届理事会啊，我电台要开啊，因为街坊电台是一种哦足好个联络方式啦，有啥物开啊？理事会员我要开啊，无钱嘛，无钱他妈来，伊是只个员工嘛，每两一个月拢爱加百几万个个薪水啊，你做生意好，你做生意好来。无形中加百几万的薪水啊！拜六礼拜六分，嘛是我爱三四倍薪水啊！麻烦徐教授吼，加减摕一寡来斗相比一下哦！拜六拜六，好，谢谢。秘书，你讲的我大部分拢赞成，一句话我全部赞成的。什么贵人优惠、小优惠？贵人优惠、大优惠？那个你真简单，根本无多大个啦。有材料欠钱，表示大优惠。那我阿要讲这几样都歹做嘛，好，有几个问题啦吼，包括那个舰船这个部分啦吼，太监，阿另外就是，中游这啦吼，啊，过来安定基金这，来，你得当睡眠的先行睡眠嘛，啊，那个电台那个，等一下我们再来那个，因为今嘛有高位电台吼，其实我听讲我含副书记来管这边吼，我感觉还是有意义。拄仔迄个一只船啊吼，伫个海区嘛，伫个平安海区，啊，迄个动员拄仔卡着两种干事，阮拄仔听起来，我感觉足有意义个吼。即现在有迄个功能，但是要安怎让伊迄个功能更加发挥吼，啊，服务个所在更加宽。其实现在即个功能嘛，做伙咧想啦吼，做伙咧想，我今即阵做伙来看下咧，要安怎让伊着，大家单位拢拄着即个问题啦，因为伊着周休二日了，包括雷工个迄个加班费。增加足侪人出辛苦，啊，咱做起来克服这个问题，阮做起来情况蛮好。所以那个副处长、副助理这边视频吼，来，哎，哪个视频？什么视频？咱大家看好看一点。哇，啊，说不定在这路做困难的，咱我尽量啦吼。第一是讲，你要做好把这个种减少对外的活动吼，你一定是早前欠钱的家人嘛，无伊早前话嘛，可能欠钱，那欠钱的。我安尼，我就叫同事对面他查看嘛，有确实阿英太迄种会不会减少的问题啦吼。佮另外，你讲到迄种中油迄个个咱个蓝色企业对不对吼？即阮之前有发现过啦。佮因为中油，不要紧，阮即个对面，互你发现，阮佮较中油来协调个毛病，即是中油伊不一点，伊到咱个旅游油，伊到补贴，伊又要出去，伊要做侪蓝色企业。但是咱个电器有足侪人佮有听到嘛，伊个会影响到咱个迄种。这部分是咱事务上的观念，伊讲白就是咱讲的，了解？这部分我们再跟中油、甲油气上面各界全部都讲一下，吼，这部分该想办法。啊，这马上就会使处理啦。另外，我讲中央定基金吼，其实伊这是都落单啦，不过我大概说你，咱因为你也有雇佣外劳的部分吼，所以我不只是咱提啊。各公司有雇佣外劳，我做安定基金，这是统一的解决方案。不过咱迄种主管啦，应该是上低啦。我讲，以我所知，咱资金高八公，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1900块这样。对，可是我们在反映啦，因为以那种劳动部，他要整个一视同仁的状况，对不对？我们不管你，这个我们管你，因为关键是现在。我现在要请问你，就是这样，你要这个我们很同意啊。阮总管理公司扣这安定基金1000块啦，啊！你问题你输的钱吗？我都无输的钱吗？我输的钱是叫你出啥物？啊！我找一个当家伙。哎，那么想个事业结果。
另外，这里叫电台的设备部分，我们同仁会带回去再来看是有什么差的。我像哦，像市长大报价哦，九个哦，九个那个区域的电台啊，只有基隆这个区域的电台发射最强，比所有人的80%以上沿海的都要靠基隆这个区域啊，你传单什么都要靠这个单位的。啊，以前你一个月每一个月来增加二三十万、三十几万的，给了。电台就是哈，我一年哈有十一个电台都我演出这些的，那我就我一年要4000几万，几千电台人事啊、薪水啊、运作费啊，包括电台里面有故障，都我处理这些的，啊，这部分啊，你听啥人讲我介绍，总干事吗？珍惜哈，因为周休二日是用劳基法一样，或来对员工会增加很多加班费啊。这个预算我们会再增加，其实也没增加很多，4000万到4500万啊，这样子我们来积极争取啊。署长在这边，署长他带很多钱过来啊。陶大公，移民是不是劳工？移民就是劳工。我要跟你讲啊，移民大概都劳工，按多。大家在心里要抱着心里讲啊，你所有你遗传主顾的移民呢，都不是你雇用的哦，没有雇用关系，没有雇用关系。如果你今天有雇用关系，就不会加无一特定雇主加入一位为会员来投保劳健保。今天如果你有雇用关系，你因为你的经营问题产生状况，劳保的事业给付一定会给。这部分我们会帮你争取。他重点是你没有雇佣关系，因为你其他的所有传言都没有雇佣。好，我们干得多么清楚？对。你干嘛给他移交东西？你这个我干我老板不是下岗移民哦，我到了新加坡比你另外还近啊。那我新加坡我从哪出发过去了？因为哦，你没有雇佣，因为你是船主哦，你是。我不是船主，我哪有钱？那那种才好，那所以你现在投保劳健保是在一位投保还是自己？投保啊，老板投保。一位投保。好，那一个人那边对不起没有。我投保。如果你的老板啊有帮你雇用，帮你负担劳保健保的话，这个你事业就可以，你事业。移民你要叫我们哪里投保啊？移民我们可以一位投保。现在我就在边上管理我们。移民会有雇主就可以申请失业给付，可是你现在没有一些雇主啊，我们都是加入一位为会员的哈，这样子再讲。老板，王董事长还有一点，我们之前刚刚讲的那个福利的，那个福利箱啊，我包括传统福利箱啊，我们以前市里那个传统，为了福利箱增加正数，改成纪律是刚刚忘了挂号。现在是不是可以？你说福利箱已经解除，不用更多人，是不是可以改回来新一箱？因为我们也是规定的很严格，新一箱可以在3海里以外作业，新一市你都要到12海里以外作业，所以这9海里的空间啊，对这个渔民的生计影响很大。如果新一箱，新一箱改，我说你也就那你改造了，一米50公分的箱，没有，不会跟你讲的，没讲啊，来到地方我没来过，你就是要光。光那个福利箱三，一上岸下去，是啊，全部我全部都改改新币，改新币，今仔如果改到这个新币上岸的话，你福利箱一直改不了。比赛呀，比赛呀，你们跟着心情改走啊。哦，机械设计改造，把跳脚投进来，可以吗？我这样，尽量你俩改过了，丈量后还盖50吨以下，就可以了。好了，没关系啊，你会要跟他解释一下，你只要改造，变大变小都可以。没有，你算了，算不算吨位是很感激算的，是不算太监吨位啊，不算太监吨位。那现在福利箱到底有没有上吨数？有。
韩长吉，你为什么搞搞我生料的？你就来给我准导演的。准导演，把你喊我洗脚去啊！是啊，我说你的啦。你炖牛赶快，赶快爱死，但是我无太这炖煮的时阵，我无要爱死，但是你冻先要爱死。我很料理。你要吃白饭，你不要红花肉，你这个红花炸了就必须你吃，你不吃你死啊！哎呀，看来你就是看你伊个是规定安尼叫吗？只要做到本心，你就是活得动，家下是你要做到较做到较肥的，那你就做到黄的。啊，你这么顺冻先了，我心里当然必须你死个死啊！你冻先还是啥？你就过来个搞毛病的？你到那里不住的，你住住哪块？你在那搞吗？快点意思，快点意思。哎，那因为你在行政单位嘛，党部级嘛，去调查级，所有高级的都去当选，建议你还敢提个规矩啊？那什么呀？那什么？他们现在都要传出动作呀？对啊，他都是。你像互相动动作是，你去管理增加护理，增加主任安全的事，你去管他们互相的丢。安全问题，你去管理。这是安全问题嘞！你提了数了不管过来，我你不爽了不管。完事都那心里上面心里想，你他妈的你哪有病啊？拜托你帮我搞个幺幺零，你这过来过来管路子的，我自己家来。我干什么？等一下，不是，人家讲是说，这艘船头为了福利，为了航行安全，边岸线西岸，跟那准导做点比头，你看我，你看我来，你看我这，这不会有吗？你帮各位好等。这头我来跟韩港局协调，好，来协调，因为参加福利设施，免得不要去纳入各位。对呀，你讲话都做到不了呀。好了，好了，我倒下。因为你是增加迄个船的稳定，啊船速的吼，啊这个增加的吨数，卖去算伊迄个船的迄个，啊因为这是很感觉的，不过按数据讲，就是讲你若咧开这个船，你是无算吨车，这两种的讲法无同款。啊，即摆你咧讲是很感觉，这个船总大了，卖去个算伊了。我了解，啊这不，这都要跟很多人讲，这都其中比较重要。你不是公司啊，啊，这讲来讲去就是，因为你工会嘛无付你的部分啊，你我公司你就要依付你的部分，才有法度通，才有迄个事业支付啦。啊，讲来吼，咱若要算这吼，就 NDC 基金跟事业支付就会算干啦，因为就 NDC 基金是雇佣外来做，就 NDC 基金，你起码你讲事业支付是你俩是外人啊。我那你啊，对啦，那你是无同款嘛吼，非常无同款。你为我交保，要说给我钱，你那多少钱啊？就因为就 NDC 基金是。是因为钓，是因为你有钱才会钓哦。但是我平时是讲，啊，你钓那个钓是去了田里是吧？我前面没有在新疆的嘛，啊，没有在新疆，那不移民啊嘛，新疆嘛，新疆啊，我的感受比较好一点。所以叫劳动部来讲，但是对啊，付出比较多。我不拿我地套了啦，你就是在不拿我地套了，我不拿啦。啊，你新疆有劳动来啦？我在国了，我在地套。这你熟悉的，我看到了，那你讲，那哪边规规哦？规在做什么？都是。对啊，啊无得，无得，所以做秘书要创啥？就是要带两个，带两个，那个劳动部的来啊，逛公司啊，逛国际下联系啦，国际下联系就是讲你逛不拢北逛。反正我一逛逛，等于可以。对，你逛不拢北逛，逛国际下联系就是讲你。然后这我讲嘛，其实现在的现代潮吼，较多就赶快，那他别讲我听不得清。真正爱一步一步嘅沟通啦，吼，一步一步讲，啊，咱习惯嘛就体谅你咯。伊有说一定是伊认识你咯，吼，伊有说一定是伊认识你。伊讲我去高雄，伊就来讲，好，我啥子拢是伊认识。伊就无法讲你听得准，我怎么听伊不平安？那无伊面哪有伊有说？那无伊面哪有伊话？所以绝对是听得准，吼。啊，这是阮四十几年情况，我讲哦。我姓罗哦，我姓罗，局长的姓，我姓罗，局长的，我是过去。哦，我了解。我讲需要我这边等讲。因为你说说用的哦，训练尊严呐，训练尊严所用的都用过啊。实际上，你训练这个
比例来讲，不是几百个呀，我杀也超过。别打我，别打我。哎呀，哎，那你杀你哦，我五年的呀，你去准备装备，把你我都拎啊拎啊出吧。我这么关心我囝、我孙、我这比例未来坐船，直接我两班我都拎啊出吧。你讲连船哪个弄啊？无啊。你问你说办公室开的钱，我开的开的这这个训练专门的钱，我花的。把你锁在未来的，你我不会。你你咯，专门爱去比玩呀？你那我讲开两台，我都起来准备。好，这我这这我讲你听吼，这点解要讲吼？过去确实训练足多吼，啊，刚完那个押金吼。后年就歪，伊就无出价啊，吼，那无实际。所以即马已经有改变吼，要训练吼，只要咱移位对者，移位的主题即拢优先啦。过去叫啥人接条的，要去结果咱真正要去训练啦，连移位都无。吼、哦，所以即马有改进，就是讲移位、移位的即拢优先吼。第二个部分就是讲，过去一定爱去高中，即马归人嘛，实在是大家较方便。因为嘛，考虑就是讲，确实足侪移位的主题。啊，训练吼是安尼啦。一定是来，是跟人讲，迄个训练有实际啊，无实际，这一定是来。啊，这技术上来改进啦吼，啊，对于迄个无技术的啊，伊甘愿开钱来训练，嘛歪歪机会。我说目前一定就是安尼优先，所以你讲的啊，这时间摆着。我讲恁啊，恁家己主题啊，要训练无问题，恁家己要出工，我绝对来瞧，绝对来瞧。这训练就是爱啥物？啊，恁若无爱一个夸张低调的吼，足侪去你船啊顶，你无在遐去控制。所以这个天数爱，但是这个天数符合咱渔民的需要，这一点咱来改进。而且今嘛嘛已经在做了。哎，你刚买了一只时间，我大概讲是几月？我你是不是会使讲我讲这真贵的？你是不是会使讲直接？吼，仔细清楚。我今仔随办随出去。比如讲，你老爸啊，你听要出去，随个出去，适用三个月期间。你困在三个月有啥意义？你搞我啥？你若讲包括大车船长，一个船长一礼拜拢在训练，都在做船长哦。全世界拢大家拢在做船长。一个大车十几工，一个螺丝都唔知影，搁加几多吨，十几工都做大车，对无？哦，谢谢。卖这么长的时间，啊，这是我矛盾了哈。如果讲训练无效，如果讲体力拢袂了，这有矛盾了哈。来，各位其他意见无？来，请。哎，刚才拄仔从阮讲这狐狸山啊、狐狸桥这问题吼，伊有注重这个渔船安全的问题。但是狐狸桥啊、狐狸山哦，那些东西啊，他不是只能发包装钱，因为这内底是用讲，伊用朋友来做，日本有迄个公车，那是登机啊，公车是伊渔船的，第一就是就公车来乘公车，啊，你若讲。我意思来讲哦，大多些是无理，因为这就是依存水啦，要保护依存的安全这个事实。那哪个资格在做？可比未来讲，你啊高档，怎啊增加了怎啊？无理上无理错，就得几十几套。但是还要村长大车，我几百下，我几百下人开支。啊，拄啊，咱大家有师傅这用心嘛，也未少搞些。但是也是，自从你说讲，自从到那边，我咱要这新进部分哦，自从变，啊变个这东西啊，以前新进的啊袂好做个嘛，但再变多增加这一款的开销，对不？啊你，因为拜托你讲，你要出动，包括那些刚刚讲爱国的，你讲比赛，刚刚讲比赛，以前一这个。这个一片一坨啊，这个一坨两三十个，做生意的不掉了嘛。伊万公里就出哦，自动驾驶的搞不到高档哦，自动方便咯，再移民，哎，这你看那实习的哦，我以前伊那个实习都无真难做，你我开始调哎，看那赛事喜欢哦，整日来到湖南去啊，被搞到，为了行下帮七十万呀，从哪里八十万呢？其他的话，年纪不同的伊，喜欢刚刚考来的年纪，可是个实际上哦，伊别人需要到，有别人说是，有理想啊，有理想，好的，反正也是嘛。
那这一方的活动只能按前面我一边推动，谢谢。啊，谢谢哈、啊，没光拜托了，这个应该做，但是我直接来说明哦，今嘛无一国两制啦，因为这规定是因规定的吼，阮是翻译哦，无讲企业是已经答应啦吼，因为我是答应翻译吼，啊，因为法规就是一套尔，大家才会适用啦。对了，对了，一种爱好来无方便，方便来一种方便。哦，我来大家来沟通哦。你这个我们是东乡那边的没，我给他开销不会，起码我们当开始用来点点用。那就是你你的困扰。哦，谢谢哦，别话，那只能我一点方便。谢谢了解，谢谢。不客气，多谢。来，过来，好，请。我是陈凤军哦，我有几点的迄个。这个代志吼，要来拜托咱医疗处吼，就是讲咱这个渔船的保养吼，为今年开始存保额存万千块尔。啊，即卖渔船吼，这个保养非常的贵。这个若保差不多保养是保啥保一百万吼，差不多要十几万的保费。啊，咱即卖若如果把它保额万千块吼，这影响吼，咱存储吼非常的大。啊，请咱处长吼，会当到三工第二条，就是讲迄个干部执照，干部执照有迄个遵照这条或者这条文文的这条吼，有一个人可能有两张去三张，但是吼，伊的时间无拄啊好，会当同时来换吼，所以讲每一届都爱添加，还是希望讲吼，会当咱迄个医疗处长吼，快当平均可以拢。同一个时，发同一个时间，同三笔，两笔、三笔都讲同时都会换。哦，第三点来讲哦，这个加比照哦，休闲渔业板块哦，就是这个渔照度以下的渔船、新建船哦，卖给到处。因为即摆水用游艇也好啦哦，啊，这个休闲渔业哦，拢总无需要，拢是单独咱这个渔船哦。二十度以下，即个吼，即若需要买电船啊，一定爱加动车，啊，而且即摆动车一度十几万，一度十几万啦。啊，主要油品唔免动车，哦，啊，车以造这主要油品吼，会当慢慢二十度下，建筑免买这太迄个。第四点就是讲吼，即、這个一百度以下，即个是啦，二十度至一百度，即个是啦，即条吼，既然不需要到迄个医疗附加，即个换迄个医疗执照，是会当一百度以下迄个医疗执照的换发吼，会当去下放到迄个市政府，感谢。好，谢谢吼、哦，我先当初先来说一下吼，再就是我一块钱，我多少钱？刚刚做朋友，那以前吼、哦，你已经吃好、嫁吃好，啊，就贵啊，你用啊，但是要换根本就拢袂见。你也拢改做生日嘛吼，改做生日，啊，为甚至到尾啊，你换是较简单，加医疗，咱这部分来讲，有好几个执照，咱咪在各国是不是在整合个？吼，用于生日加活动，我感觉这些在做，这他们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这个我们来整合一下。对，要这个先来。好了，这个每个回答这个走了吼，这单人开始走，这单人来注意的。都刚好讲你种二十度，你当先吼，那你那个要讲他这组织吼，当然我就要有请，你说既然组长不习惯，那个就是要那个难度会，那就是要动心，这包括所以你组长赶快，你讲一寡是客气，有点的上面，你不是请组长，所以不接惯例东西，所以这部分就是你种派生这部分来就是爱按照这规定来做。另外，你很多讲，书记讲有，你讲迄干部执照，都爱训练部门，这我来整合，这工作啦，我来把它整合一下，让后台可以分分，一种配件质量来往才行哦，这我马上就来，都要书记有支持啊吼。另外有一寡有讲到迄种一种一百度以下，最好种变成是进步来做办干照部门，这我更加研究，但是依照我们进我的一种法规就是直辖市，它是。办法我靠处理，但基本上你说，我不能自由自在的。没有题啦，一百度以上，我也是委托市政府来发奖，只要只要市政府同意，我们就可以做。我们现在一百度以下，一旦县委都委托，一旦县政府带花，会带花。我们回来再跟基隆市政府沟通一下，我们只要一公告，他以后空白执照就给他，他就。谢
你要说明吗？应该可以，这个问题吧。哦，不是我两个人没话，我再来接话，我来接话。好，那个养殖组这边，先说明一下，大家都听了，然后安安姐姐这边看一下。来，养殖因为保险这部分，来格林。你那那当然代表各位那个提提中方向，给我来说明一下。那其实呢，提的提中方向，这人从其实这过去已经到了咱们的农业里头开始了，好吧？起码其实起码这从咱们民国一百年开始，民国一百年前到一百零七年，那东西。实现是那种实现，七年前开始实现是都一个，都一个过渡时间。你讲美国一百空气净化，即个即个时阵是对大部分的部分是相对是高在高，但是有那东西，那一百年那东西那边设计的那东西，那东西都是过渡时间。讲第一百空变以后时阵，咱就会导致了，因为这个我们在讲美国，因为咱进口来的饮食因为你过渡的时阵。其实大家存在部分，其实打新出的部分的话，迄种是七档内底一档上低是十五万吼，啊，部分人是讲用过年拢是拢安尼，做伊有保养拢安尼，啊，针对这中老年拢差不多，拢安尼一档差不多，啊，差不多是当几百件来吼，啊，咱即摆做咧，即摆一档咧，进一步咧做咧，迄个四六八这些部分吼，即摆一档内底保养的专家吼，单搞六七千，一档出来单搞六七千只吼，最后七千一部分是。来人，那你同学对一百，你开始用一百块钱，其实现在这些东西的，因为在来公平公，那起码慢慢来渐进式的加的，起码四六八，直接就懂了啦吼。之后呢，还有就来到了，来就代表税里面这些。你回答公家定吼，我这钱是你啊，你是。对啊，你跟我聊天了。没有，那不好意思，我再重新说明一次，就是我们那进前那个测量基准、保养基准，那其实，迄种是一百年实现基准，就讲一百年到一百七年的标价基准，那是分作两个制度来测啦。哦啊，当然我跟你讲，你讲大船哦，过去要怎讲，上下波拖十五万嘛，对不？啊，对一百公变，对迄个今年测量系，咱就恢复到。搞即摆这东西四六八嘛吼，因为其实这东西就是咱这东西咧做这这东西就就是讲过去咧基础保养的拢是拢一单加差不多，可能差不多一单差不多几百块就成家，会存在成家吼啊。咱一单进入开边上来拢加拢做这吼啊。咱即摆咱从一百块变开始，即摆恢复到四六八了吼啊，就是慢慢即个制度安尼过来，即摆一单咱会当补助出来对过去咧少一。千瓦件的量，起码一单一点，咱做差不多两千件啦。所以这部分是怎么讲？简单代表说明，咱东西咱咧做这制度是怎么定？一百年东西咱专心咱用去沟通，比如讲，就是一时阵就是一百年到一百零七年这个次数，跟一百零八年之后的那个恢复常态，都这时钟起码刚开始实现的都这样讲，那个代表说明东西个啦，哦。前面啊，跟多样的工作定位的问题哈。再回去就是看一下哈，因为你即马存伫遐做哈，你规个迄个额度就是有影响吼。再来检讨看卖，阮即马在安尼啊，钱无够，就来经营跳。啊，经营了钱就帮阮，阮就加减在做。再一个 ，VMS 啊吼，哎，规个阮就包括在你讲迄个所做迄个通信费，阮拢来经营跳。因为伊要说本来钱就是安尼样，你即马若要做别项，我来一样就无在做。所以阮那进出钱结果问题。有两项无问题啦，吼，一条去整合这个问题，出来就是一百栋以下，只要规人市政府会当，比如阮做委托部，市政府伊就要招来伊要输。啊，对我来讲，比照伊那边传的可能暂时也无当，但是安尼现在大家水平，咱伫迄个水平内底吼，一项一项讲不清楚，为什么做袂到，是卡伫倒位？啊，根据我们人会再办的，咱就尽量办，因为国台伊商业不等，咱咧做交易意义吼，那么无啊，大家输。我们都要看后边，我们牙齿来开始。拜点，我先讲。伊个我要讲这个代志吼，已经有啊，市政府反映过足了解啊。伊讲这无法可管，就是在一挂玻璃用船啊吼，啊在迄橡皮艇啥，他那讲是没有动力是可以的。啊，人起码拢已经有动力去成立协会啊。啊！这船仔已经踮咧海中拍拍到，影响到阮的作业啊！啊，万一若发生这个船难，啊，毋知这个代志要安怎调节？谢谢，马主任好。好。
北海岸这边，啊，这几个移民作业啊。那以前我们一直建议交通部去管，交通部也不管。那现在海洋委员会成立了，那我们会建议海洋委员会要介入去管这一块。那至少一个平台，我们下次的那个，我看他们公共平台，我们会再建议。这因为啊，那主任是 PTQ， 哎，你怎么从管他动得安乱，那都就麻烦了。所以我们要从台湾这部分来建议他们要介入管理。人家会议吼，唔部分，这是部分。中央若要定法规，中央来一下。啊，你若怀疑中央若感觉这无需要，你就爱先传地方去定你的地方自治法规，讲清楚。我同意你讲的问题，我就在前面，是讲确实是问题啊，爱注意，袂使不注意。因为伊以前是讲这个浮动力在咩啊，滑边滑去，啊，即卖迄逐条拢有挂号码，拢有动力啊，拢。谢谢，我这要注意的吼，这要注意，不是你用。咱渔民是去遐是咧趁钱，是去遐掠船，那是咱的事业，你知啊？啊，伊是佚佗的，袂使影响咱的作业啦吼。这我赞成。来，工作都放下去，开始吼。更加哦，我是我前几条吼，啊，更加伊我是一个主任吼。你这个这件事伊嘛搞偏啊哦，不是这是偏啊，因为哦，我是办公室来啊，主任大家拢。办公楼啊，啊！你还要做事，将来要做事，你别闹出名哦。哦，房价很难哦，我靠困难啦。哎，就你看，一边收入，移民啊，移民的财产那损失啊，哦，不是啊。啊，我条是讲第二条，讲我以前啊，海口管啊，他都管开会啦，他听起来哦，这移民的呀。咱鱼听讲鱼业输的，所边仔鱼面地包括公车处的迄个包括边仔是公园、比赛公园遐的，全面破，一手鱼啊！干那安尼，我是开会，伊的计划什么起什么商业大楼，起什么货啊？对，我听一个想法做艰苦的，一个鱼竿啊，鱼竿边仔一定爱有鱼竿做农地啊，对不？啊你！你打都不好，就不好，一手皮啊！快鱼竿用边啊处理。有时咧讲啊，美国国在哪里？为了探索完，一个讲在我前面家来的，本来遐一个讲是较早，几十年前就用完啦。啊，为了他配合探索完，这一个讲在前面家来，啊前面家来的，我听一个顶个长。当初你那边啊，他说我不要哟，我天天不要弄伢伢，啊不为伢伢啊，你那听讲所有的地拢要包，要包这个一千五嘛，故意天天就弄买收嘛，伊敢存起来是吃垮的，土地少贵哦，靠伊敢存起来啊，所以讲这样子比较少哦，对哦，哦这个伊敢存的哦，好谢谢，该老就该老，哦谢谢。那个马朝坤，到时候来研究看看，还是那个，你如果讲要的话就讲，他如果不能答应，就再来看看，不要。这个就不好，会跟旅会还有。啊，对，再来两线，他这是第一个。那个用地的那一个部分哈，我了解是，那个行政院，有政委他们在协调，教育部还有我们市府啊，还有市政府还有我们这边，那这个部分我们可能就是市府他那边也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规划了，那我请市政府这边来说明。对对对，科长。好，署长，岳主任访问，啊，搁阮在座的迄个移民代表理事长也好吼，啊，搁阮黄理事讲的迄间吼，那是阮一个评估案，但是我先讲，这评估案只是一个可行性的评估，吼，啊，即马嘛是第其中的阶段，你讲的迄其实是还在。我们还在那个规划当中，但那个还没有定案，我先这样子讲。然后，可能大家之前都想讲，那是要去什么奥莱，其实我想讲，我无要去奥莱，所以先给大家说明一下吼。奥莱那个东西是一开始的想法规划而已。我想讲规划的物件，就是讲大家有一个想法，后边来慢慢集中来聚焦。所以我现在要对那个工作搞的东西，就是要大家那个想法，好，所以。先做一个初步的说明啦。我袂讲要安怎做就安怎做，一定是会甲大家先沟通，吼，啊，迄是一个共识，一个规划尔。好，我先在遮做一个
补充说明哦，谢谢。希望哦，希望有关单位哦，包括市政府也好，市政府也好，你啊若要用哦，先来甲渔民大家来沟通一下，莫讲，呢，下面代志讲，哎，拢答应啊，一个答应啊，渔民问起来无一个答应，包括渔会三四行嘛拢唔知啊。啊，地已经拢破来啦，嘛我拢唔知啊，对不对？啊，咱家己当作戆人，家己会走路走，当作咱搬来，哦，开心未？蛮满的，哦。这机会可能中间就是在睡眠啊，我刚好看到机会讲，目标在那边。啊，这不是说明，机会一般都因为这个案子，机会只要下来没有讲，因为是我想说他是贵者所办，所以我没有讲。是这一次，咱们这个咱所咱开会，有招农地里长，但是因为地方伊希望讲，占地伊个农地，伊拢伊个街上个农地，要起饭店，要起商场，后摆这话就是无去啊，因为真济伊农地，输掉你看你也看，来，无准啊，你这工作大无准啊，但是你是歹人啊，正面你讲，无回头出去啊。正边啊，伊伫咧讲，伊个大楼，下机啊，甲再久，伊嘛无法哩，所以讲，遮个渔民甲渔民讲，挂出来物件就无去啊。你要甲遮济，伊个用地、整土地，拢挂出来做所用地，包括即摆上麻烦就是讲，真济做做酒即摆拢收起来，变到这上架人对面这土地，也要改，要改上架，名目要改啥，伊袂讲，要用啥伊袂讲。伊甲你解，可比讲，医生解衣服，衣服的话，你会使做商场，来做饭店。你若要做泉州，对面起一间饭店，起一个商场，后摆若卖小量，逐工小量，我才同意啦。一定逐工小量，天无法度解决。所以，迄个地，即摆嘛出来补房啊，上头啊，转来啦，无够数量，嘛来补房啊。因为希望讲，市场要改善，即个周遭的环境拢无要紧。伊我相信伊袂反对，袂反对，但是。你要创啥？还是在先讲下，莫把这个地、把这块地、迄个地、用地都挂了。伊个目睭唔知影，伊图看图嘛看去，但是即摆你就来讲，你讲你就来讲，刷来规个刷来，伊个讲，啊来为啥坐去？都唔知影。其实伊个唔是唔讲，市政府好的信息是讲，伊个咧规划，但是我嘛希望讲，市政府能认真规讲，这物件到底是会使唔使？要起商场。既然落雨，一年八月工，要起这么大个商场，要起奥莱，敢有可能吗？伊无二十米个大路，也无可能啊！伊人遮济人啊，伊一条对面要起一个113个停车场，你甲所有车拢进来遮，你才钓鱼啊，像恁礼拜七八十只、八十几只的这个鱼车，时间再难好啊，但落地无事，伊敢讲100只要200只。啊，跩那车也受骗咯，所以讲希望讲，市场在规划这个案的时阵，你要注意，有啥物事，啊，到时会创，伊会起一个公平名，啊，跩渔民讲，沟通安怎做会较好，对咱渔业、对咱产业、对咱渔民未来会较好，这是重点。谢谢哈，这都啊科长冇讲嘛哈，这就是要搁提供呀，要搁大家在讨论的。我相信你做这么大的工程以前哈，一定要大家做好沟通啦哈，要同这些农民要配合的哈，这些个来说明。好，多谢基隆市政府的关怀，也谢谢我们陈总干事哈。来，过来，有啥问题我来解。啊，我是配合李总哈，我有亲切意见甲我反映哈。就是讲，咱配套来渔船啊，来去外港去甲停岸个港停唔到，然后要开单。啊，是安怎咱配套遮尼大，无开一个外港一个船啊停？啊，逐个船啊来拢乌白停，停到本港一个船啊拢无船是安怎停？尤其是现在船啊个迄个国家地形，遐真济拢配套船啊伊拢无停安怎停？而且伊来搁差差恶个，咱个船啊要去停拢通挂。我拢袂使停，哦，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小船配搭小船，前面几年前开会就拢伊讲水电这个设施，到即摆嘛是拢无，已经反映几落年啊。哦，这麻烦小改掉一下，因为船啊，大家拢爱用，尤其现在船啊遐有诶无发电机无啥，像人若要装船啊，拢无电通爱用，我再麻烦一下。
第三点就是，咱配搭鱼港是一个鱼港，是安怎？你只社保委员只游艇会当停个呀？停遐尼济，伊拢无人来处理。停啊，已经船啊已经做不掉去啊，啊，搁停伫遮吼。啊，搁一点就是，咱定啊，即摆定啊，你讲海个粪扫足济，伫正滩你创啥？阮小船协会拢有伫在粪扫。啊，船啊拢毋捌看讲船啊倒来有人伫粪扫无？恁大家有考虑过一点？是毋是会当强制讲，你船啊倒来，个粪扫是毋是爱集中倒来，爱强制一个所在分开？哦，即因为即海洋污染，即足严重个，哦。啊，搁一点就是，八达安全所即个码头，迄个防碰即已经拢害了了，拢无人要来修理。就我船啊，我伫拢破甲密密麻麻，哦，即点咱要拜托者。啊，过来就是，嘛真侪人甲我反映讲，八达块油库边啊，迄个停车场是安怎囥遐尼济人啊？万不然若风灾，迄个用。那位外口灌入来，遐人啊，落去窟窿底，你卸下船来，时阵在船来上边来处理，好真麻烦些，一过了再来麻烦就不得了。啊，水管你就好。哎，我先这部分吼，我来说明啦吼，总共总共三千多啦，大概有六个问题啦，好，这个问题就是。外港籍的船乱停的这个部分哈，我们其实有跟市府合作啦，因为市府是代表机关，所以就把外都该去加强。那我们也会请渔会一起来把那个外港籍的，还有就是说，更重要的是说，因为八斗子渔港它有分所谓的休息码头、卸鱼码头，那我们希望说就能够分区的来停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讲最简单的那个设施哈，那如果说是可以的话，我再来请市府跟渔会来讨论看看，话都也在审议，都要就是家属就去看一个有一挂一个案件，大家也在查法式的嘛。那个部分就大家再来讨论看说设的是不是适合，好，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圣保威廉近景，哎，他再来提出，他那个好像是有法院，台南法院还有禁止出港。所以这一家无法度，啊填的所在是因为有加法院加起步，大家还佫有机会，大家去揣好讲要填伫倒位，哎，去刷，因为即摆啊都是在法院在管制，吼、哦，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就是讲垃圾集中，我记得好像有设那个八斗子好像有设垃圾的那个暂时区，哎，1.5为够啊，啊，所以他其实地点我想看看会使请迄落起步来互相说明。第五个就是八斗子的迄个安全站，迄个供电，都啊迄个起步搞放开讲，今年已经修理三届啊。啊，我较等下，我会阁请迄个起步边海去看。如果也不需要修理，不要紧，我只会看今年去诶，为何迄个起步紧急修理。第六个就是讲迄个油库边啊遐鱼网啊遐放足侪，按下迄个八斗子的那个渔港计划，它那边就是渔网站的区啊，啊，甲一定水。啊，知影够多未？无，啊你讲这粪扫一个暂时性分别是从那倒来就无人去提粪扫去，而且讲你进港的时阵才有粪扫啊。啊你食这阵时阵那出去一个月半个月倒来拢无粪扫嘛，迄粪扫倒来。这边就讲起来，那阵我也是一直加起经一直在传播。咱以前啊，咱俩的粪扫啊，如果以害到大家害。那一定也影响咱未来的一类聚集的环境，所以那是讲拜托各位友啊，邓来，啊，就一大早班下来，啊，那我们那边有一些有作为暂时期，它、啊、集中以后再来做处理。那我们最近要跟台胞组来协调，他们他有一个奖励作为啊，看透过他们的。安全站有一些奖励来做处理，而且这个也叫这种观念啊，真的我们移民要了解，不然你刚开头那啥，啊，谢谢。听一下来的朋友来说，因为在先导，也是真正工地刚从等来，但你今把加起来，我连工赚房都打你打，但你刚做一个暂时区呢，这个弄。本来关了，这个很多人在讲这个事情，为什么要关起来？啊，那个是因为党，因为我都打。那个是马会员，那个是说，叶所长，伊认真在咧讲，挺稳做人做。我感觉讲，叶所长，你好，你在船上能稳定的，是不是？
要来新南方甲山去，无伊个，迄真侪，遐侪小，因为迄个所在是小船的地方，有十几只大只的船啊，人家在观光地船啊，所以真正，加人船啊去考察停车，有要老用开外挂六千块，咱只。即下现在船等下讲无，然后停船了，我即个船啊歹动的，船啊讲袂依，我袂使停也使，我希望讲即个问题真解决唔到，因已经讲在不好，我反正在明白，先就紧来处理讲，迄个所在是当地先船啊歪啊，啊当地船啊拢无好停啊，拢外地船啊拢，我讲歹听，因拢讲遐，哦我来遮等领钱啦，真侪拢等领钱，我讲希望讲即个问题，尤其是先船问题紧解决。我讲，我讲你伫迄个所在，是啊，做咧做咧，只要咧坐船，徛咧遐，电话、水管、灯光、电，只要是那咧，我讲，别人肯定咧遐。诶，你过落去啊，刚过落去，拢爱在那边做。啊，过咧是房啊，囥泥啊，讲你啊，不了不用囥泥房啊。啊，遐电啊，硬房有八个来所在，你囥泥房啊，哪有空啊？对不？你硬在囥泥房，你啊存在硬房啊，未着所在。伊爸爸唔得平价个海，就唔得平地影响大，对无？迄个所在种地啊，有正式考虑啦。那是哦，我说明一下，头拄仔讲我迄个小型海水活动区遐吼，就是渔会、理事会已经有反映过，我们有先去做清查，然后就是遐差不多我嘛有租地哈，我嘛发过来遐迄个活动区通知，吼，所以这个我们接受。啊，至于讲迄个整个港区的传奇被整理。我们有跟渔会，还有那个，还有这边的一些那个理事哈，船主有来讨论说，以后我们要怎么去做规划。然后如果需要报告，再请组内这边来帮我们协助报告。因为我想这是一整套的，不是说我们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来做，配套要完全做好，这是有一点。那毛公走要大家都下次再欢迎，欢迎来报道。所以在我们这种情况下，哈，先赶紧报告。啊，圣保威廉哈，其实以前是台南法院有一个限制移出港。啊，其实阮最近嘛拢去联络台南法院，有甲讲，其实阮有发文过，但是拢无回我，我阁发文互伊，甲伊通知，看下即只船仔是要哪处理，吼。所以我嘛咧等伊个消息甲我讲。但是即只船仔已经即个店了，你袂当讲。其实我台边啊，船仔我都有伫巡到。我先甲店，我甲店尔呀，我甲店。这个我们因为也是业财散啦，我嘛想要那种，但是业财散，我嘛会听，我嘛会甲伊安怎着吼。所以其实我有咧注意即只船仔。海费集中这个部分哈，我先改来说明讲，这是几个一个善意的措施哈。渔业署有要来推动这个，啊，市府也来做这一个。可是为什么我们会先把它关起来？因为都有一些人会把他的冰箱丢到里面去。啊，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收集海洋的废弃物，所以后来有跟组内讨论，就是上班时间我们会开放。可是渔船组，你家己的物件，或者爱家己的民生用品，摸在遐内底，无我去分的时阵，安尼嘛是该派处理啦。所以有后来就是因为是一个这样的原因，第二个是因为研究经费可以去处理啦。那后来组内这边也协助说，万一我有集中到一个量，再报给渔业署，那渔业署经费之后再来处理这个。阿伯，你一定要听好，别吵。阿伯，安电厂你看你买不舒服啦。所以这个是整个环境上面的整体考量了哈。那防风垫，这刚那个研究员这边已经有解释过，如果有需要，我们会再修，因为其实那个地方等于处理的，但是要怎么样？买一栋有黑的被逃避啦，所以我也过来修理啦，吼。啊，大家啊，讲迄个战治区，其实从迄个网址当放地下，我嘛有收，叫人去看，啊嘛有人定期去整理，所以先做安尼说明吼。谢谢。恁讲定期整理，我逐工带伊遐，逐工咧看，迄问题是恁今天房间拢坏了了，迄根本就未用的，啊，搁放伫遐做粪扫。我了解吼，这以后市政府有做的时候，就会有里长，因为里长在地吼，可以。大家的状况都很了解，因为那个跟台南医院讲哦，因为你这个如果再放着，它的安全性违反到涵道各方面哦，请他们要给我们一个很确定的答复，因为一可能一个发光嘛，一个发光嘛，一个人物啊，那这种话，足侪发光嘛，是哪里？足麻烦。啊，但是咱咧讲，因为咱咧应用在咱咧讲，即伊到时咱咧咱移民利用的吼，袂使安尼用，再跟他讲清楚啦吼。一寡财产管理因为是安尼啊，拢市政府在管理吼，啊嘛去大家调查，差不多咧讲的，
啊，本来属于更海，也是讲咱移民这物件，结果厝的规社会，甲表面，甲较偏也无在个处理，吼，即在个蛮体谅。所以管理上吼，甲李长，甲咱议会咱在地下吼，大家讨论就好，啊，大家斗相共，因为足侪人甲我讲，刚好做一个赞助商吼，他来变做热市场，你也是准备提前来吐粪水，诶，我讲提前吐粪水，啊，我小粪水，啊，他们也是出钱。我的钱本来摕来，互咱移民用，移民要怎？所以出去认识，你看我讲无理，我所以才来到香港，吼、哦。是啊，所以我就建议像我你来，那个海哥要去海参馆边啊，要一块麒麟臂，迄、那个是业主的地，顶头有行道树，啊边啊就是拢人拢有铁蛋粪扫，我嘛甲恁一个科长欢迎过，我讲迄个所在咱来甲做。做人行步道的，有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无咧人行步道起行的时阵，人咧行，要拍门道路，进去进去，人就去等你啊！这个感觉的你们在，其实不用讲那么细啊，哈、哦，就是如果有人就来做。你讲的迄个，你拄仔讲的迄个所在，不是伊刚管理来的，伊迄个规划规划。但是你这、你这是什么元素的？你这七零年是什么元素的？我先看见了，我先哦。啊，我先去把大家讲个清楚啊，先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无在当中照顾了吼。那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我你所行的一手，我只能讲说好，那你好，好，那你好。啊，署长你好，然后各位朋友好，然后今天在这边第一次发言。我建议就有两点，一个建议就是说，看可不可以重新评估渔船的能力限制，因为我们现在现行渔船都是因为那个制度已经是很久前就定下的办法，啊，那是现在因为那嘛，那引擎包用那个什么原则了，可是因为现在新型的引擎已经做到口径又小又省油，然后马力又更大，你也知道现在的引擎马力还嗡嗡冲口歪，所以你现在旧型的那个马力限制办法，说真的。在现在是这已经不适用，而且并没有比较环保。然后第二点就是那个灯火娱乐的部分，就是建立灯火娱乐的部分，因为只有我们北部比较有那个古小组的渔船，有阿兰奇今年的这个昆明那边到约国资的人工，这些建立的灯火娱乐只要一过户之后，这个牌照都会取消掉。所以你就变成是有些人有幸要在接这一手的时候，你变成是。哎呀，我根本回答，回答不回。啊，哎呀，对了。他因为这个修理啊，是进来的一个小人啊，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不是老人家在补的。那你以往我们以前就是九十天啊，那现在为什么要加一个两百七十小时？那你补这是跟德政啊，你一个劳务的一个补助。这里对接修理啊，因为啊，刚才看到你不是说修理怎么办？办这样子。可是我们配油，你配油的标准还是守在以前的标准。对啊，假设一百毫升也才五百马力的哈，啊你还得你来做啊一千的啊，可是按讲配油标准只到五百，哎他们我不限制，因以后的量你自己买啊。
哦，因为我们用的补贴只限于那个地方。哎，来，等会儿，哎，等我，好，谢谢。好，那我们会。谢谢哈，我问题我来做记录哈，啊，该说明说明。我今天讲了足多，我当日做，但不然你讲拜三十要开会哈，要干热，啊，所以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啊，你们讲以后，看最近的时间哈，啊，今天是感谢机会啦哈，感谢在座各位，但谢谢，希望以后咱有足多时间，大家再多来讨论。感谢各位，谢谢。